阿妈炒菜粿，阿妈去包装店先给钱，那我们到时候一百了，一百块而已，一百块而已，三个人啊 ，OK 啊。好嘛，炒了啊，好。三个人啊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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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
这一挂了，快些。啊，最后嘞，退一个。啊，多少六十秒，快些啊！啊，我还要上个你啊，你要找信什么，那就可以做。我来拍摄啊！好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拍摄。来，哎、欸，你搞哪门吃车？来，赶紧去摸我，有无扣对无？老的靠扣对。有啊。来，你搞哪门吃车无？这哪门就温柔啦。煮两汤最好吃，这两天最疯狂啊！煮不了鱼汤，干鸡啊，几盒吧？两盒吧？三盒吧？四盒吧？五盒吧？三百五百片啊，完全拢无浪了，新价钱啊，一百了，来一百块海藻一百块，有人要食海藻无？一百，煮两汤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海藻一百，一百哦，一百。这两几年没做好啊，感觉这阵啊拢无人要海藻。哎呀，后日百块吃上，后日百块吃，后日百块吃。到哪边吃鳕鱼甲鲑鱼？鳕鱼、鲑鱼到哪边吃？我感觉这个大应该吃鳕鱼、鲑鱼啊。一个你开几只？那鳕鱼、鲑鱼拢起来，白大等下，咱是买较好的。够有无？恁到哪边吃鳕鱼？好清七清，有哪边吃鳕鱼无？来，我大地你家己看，我大地你家己看，差的路大地，这大地，啊，这餐厅找一个四五百块，来。你那边吃蒜梨的，我卖给你花一千，卖给你花八百，新价钱来五百。来五百啊！啊，这里边蒜梨不？五百。就这么吹啊！你这大地条，你挂乌的啦！这地够你啊！这地够你啊！这地够你啊！来啊！你搞到五百，这地都来啊！这地够你啊！五百收钱。来啊！姐，最后一箱无啊！五百啊！五百来！我剩一千两块上面，我给你炸五箱了。我正常炸四千，我今日加炸一千啊！我无加炸，今天炸了无啊！好，喵叔啊，这你看这五百块，来最后搁一个，有人要来无？五百。哎，五百。五百，人要吃来无？哎，你讲食袂了，要买鱼啊？无，无小家庭啊，这大地啦。有要买鱼啊？无买两块，等我吹无两百五，小家庭的鱼啊，无嘛无准啊。有啊，来啊，迄条鲑鱼啊。鲑鱼我嘛想怎卖？啊，我再来怎样卖鱼啊？好啊。鲑鱼我嘛剩一箱尔啦，各位啊，该练起装备，莫过练心态好了。来看人要食鲑鱼的，大地是立根，啊，规只拢油质的，退冰了规只拢油分。然后恁看，这冰外包你家看，有包无？啊，你有包无？你家讲，有人有兴趣的无？真正的阿嬷鱼对咱人好。新价钱一千块，来签哦。两个人去搞这个，三个人去搞这个，一千块人买来无？来签哦。大地贵，我来你破的过程当中，也是你有够介意做进啥物物件，你拢来我讲哦，我来介绍。我全部招这三个价钱咯，一千块。来签哦。有人买来无？我买起啊，你若搞买钱，我一定卖。两个人去大地，你去菜市啊问看嘛，无啊？哎，拢了。一条块两个开支了，一千啦。来切咯。我一条卖你百几块了，一千块人要吃嘛？鲑鱼。啊，掏钱啦。多少钱？一百。最后我觉得一千块要吃。来切咯。我觉得新高上面一千块。鲑鱼一千啊。个人要爱无？哇，你无爱吃青蛙，这好的物件呢？我这是智利鲑呢，我咪给银鲑给你呢。我给这退冰的有一条一条白白幼稚的呢，有人要来无？一千，一千吧，好去。啊，我过一十分钟你失望了。啊，是啊，你有怎样？是啊，你有怎样？来过一个啦。啊，最好香啊！来，有一点小小的。够人要吃鲑鱼的无？还有人要吃鲑鱼的吗？够人要买五百，吃袂了了无？小虾仁你买五百嘛，无紧。够人吃袂了，要买五百。五百啊！拢有啊，拢有啊。
做安尼我收起来，好嘛？啊，白蛇到人要吃，要吃我好。这白蛇就会干煎就好吃啊，咱这拢用苦水啊，只有来煎。你若要吃白蛇，我本来看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煞要煎了三百。有人要白蛇来无？三百。啊，这我来讲哦，这五地哦，五地加五地，三百加三百，或者。阿爸，唔免六百，先给钱，三百好啦。这也是去上个恁啊，三百上面啊，三百块啊，六啊七啊，来啊八啊，来啊九啊，来啊十啊，三百块上面真嘞，白多少钱？拢有啊吼，好，阿你我先来收起，好，今日无收起，伊要倒也要注意，我袂只简单嘞，好无？只简单嘞，我就袂落，好无？去四千上简单，我就袂落，好无？啊，出来还好啊，甲主流我好无？主流。所以我卖这几箱了，好无？我先卖这箱，从头到尾拢我卖袂过。伊这箱就是讲讲虾饺啊，虾饺你若要吃，人叫我卖来看三百五百，爱吃两百块。两百，哎，两百。有人要吃虾卷无？两百块了。你这当炒菜啊，还是讲你要当作甜不辣来煮拢会使，当作火锅了。我来讲这全部十条，我免三百两百。十二条、十四条、十六条、十八条、二十条、三百、五百嘞，两百三百斤嘞。两百来。有人要吃这个虾饺来无？两百。加两条、加四条、加六条、加八条、加十条，这全部三十条，一个人加落两百啦。两百，两百。有人要吃虾饺来无？两百块。够无人要爱？三十二条、三十四条、三十六条、三十八条、四十条，一个人计若无收起来，两百两百，用切了好啊，两百块。虾卷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好，安尼我也收起来。啊，是你唔捌买过，想要试食看卖，一包有人要食看卖无？一包，一包。有啊吼，好啦，安尼我也收起来。好啦，啊，你买衫也是要服务拢 OK 啊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啊，你要食啥物，再来我讲。好啊，你叫收起来。哦，我应酬咱那个介绍，好啦，姐做你毛清洁，好要求，我感觉今仔日吼，啊尾市哦好要求，都烘焙够头，烘焙够头，啊你要啥？啊，因为一个饭位好食，介绍无？再包回来，包上去，有要多无？啊，你看到要啥？我讲嘞，后壁嘛是有嘞，有迄个火牛嘞，鸡脚哦，鸡脚从古巴嘞。五百，你要几包？一包一包，两包，这两包的，你要几号？三百块，两块了。我你买没有？啊，三元出来不？我看有够。哦 ，OK。哟，那个。这么高啊！现在去，这两百两，这个我们这里两百，后边两百，好了。我看还准备包。还是包新鞋，我这样说。哎，老板，您多少？六百。六百。你也可以做。哎，过来，我买了什么？我去叫四十来五百，真正好吃啊！对。你啲嘢要去包包提住，拉包包我哋。谢谢。啊，你又唔要等到去咧？你又等到呢度呢度煮食？有哦有哦。无啊，你譬如呢度呢度呢度。有啊，你又。但是去包皮我阿妹咧。好，你先处理，你是服务个人去。嗱，你头先冇拢同我讲我系服务，嗱我只咧先备备啊嘛，所以你又啲服务先讲啊 ，OK 啊嘛。哦，你先跪，你先跪 ，OK 啊，做快啲，得啦，用好。得嚟，当然我帅哥我是来处理。诶，你两边食这无？伊这人讲哦，人讲煮甲鱼就是这个。你两边食这，其实食这胃肠我好好。你两边食煮甲鱼的四只、的五只、的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的十只、的免三百，免几啊个？来两百好我咧。两百。你有八条、十条，叫我卖在等你啊！以前哦，以前无恁在等你咯，因为我在等一个家己，我个傻傻的，好不？你别在真正的单间了，好只啊！两包，几多来个嘛？不几啊？哦，四个人给我买煮家鱼，等下打折好啊！先给钱的人给一百了，一百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给恁真正好只啊！来个要一百，一百，两个，三个啊，三个。我先去，我再来帮大伟。
最后一个一包送你，这种最后呢？啊，你上车啊？吃久无看，你第一个客气个对吧？你搁一包，真的吗？啊，我们两万你就好啊。好嘞，好。我来啊，你这样呢？我来讲。你穿嘞车，你穿嘞。你两个人，你今日更加爱做。你菜猪肉拢卖俾你两个人拢食做啊少个，你他妈经济真歹，对无？干杯！卖零工，卖零工，老婆卖零工，我招第三个，我跟第三个啥？对无？好啦，你三个拢啊开开啊，我就送你啦，好无？来啊，拢啊开开啦，我请啦，我请啦，那个是啊，为着这一百块，我浪费时间。来啦，我请啦，没事啊，你拢只支持啊，哎呦，反正来高调无？咋了嘛？好了，你水也不要。拢收好啊，是无？你要做啥呢？阿仔，恁可不要啥物无？有要点菜，你也甲我讲。啊，我等解恁台要甲人去弄。安尼讲，哎，这高级店主我甲你骂一下。果冻哦，果冻你要吃饱了？这果冻好吃啊。我用说哦，你只要清气，这拢无担当。三下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三下就是安尼。这果冻多好食啊！果冻搁食一半，今仔日我果冻未上好，是不是？今仔果冻卖最好。来第几个？你那果冻非常好，这个来我给你吃吃。来，第一个给钱的果冻。呀。能够介绍。啊。小弟帮我拿吃过。来。